我们现在航行在太平洋，左右摇晃30度，水深1500米。看一下餐厅，我们的服务生在打扫卫生。哇！小心！我操，拉我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！我们再看一下船的外面。别尴尬了。哎，我的办公室，哇塞，这是我们平时开会的地方，哇，一片狼藉，地上所有的说明书、文件都散落一地。几乎所有人都晕船了。看一下我的卧室，我天哪！但这次经历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各行各业都不容易，也请大家支持一下我们，感谢。我太难了。